摆了就后悔的网红神器，山连水，水连山，乱七八糟啥都沾。我感觉你永远买不到他手里那一瓶，傻子才会买呢。买了，开车准备了一个拖鞋，然后沾铁的试试，然后还有瓷砖，咱挨个试试看他到底能不能行。这个就叫专业。一半有灰，一半没有灰啊，先给它往上抵着啊，咱等个几分钟看看。哎，我觉得这铁肯定不行啊啊！再给它来一块，再给它涂上啊，再给它对上这个缝啊，来，再把这小块粘上来，再等个几分钟看看。Later. OK， 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，看一下这个鞋，我没有对齐啊，看起来有点缝。哇天，确实挺结实啊！哟，再试一下这个圈儿，这两个裂口啊，掰一下试试啊。我这确实挺结实，随便再敲它，居然没事儿！我天，你看这块断了啊，但是它这个口子是在这儿啊，刚才的口子是在这儿。不得不说，这玩意儿粘瓷砖确实挺结实，尤其是家里边墙角什么之类的，那瓷砖磕掉了。可以考虑用这个整一下，来看看这个铁哈。我去，啥情况这是？哎，粘铁确实也行啊，虽然没有他们整的那么神，但是家里边常用一些东西，用这玩意去粘还是很可以的。建议大家收到以后一定放到儿童够不到的地方啊。